我享受绘画为日子增添的色彩，也喜欢分享作品的喜悦。油性粉彩画出的一片风景、一朵花或是一片绿叶，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治愈能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pril， 让我带你们轻松地画出漂亮的油性粉彩。我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硕士班，喜欢尝试各式各样的媒材，从事艺术相关教育工作6年多了，也开设了油性粉彩的实体课程，带领超过100名的学员一起加入油性粉彩的世界。不同于水彩需要额外控制水分，属于干性媒材的油性粉彩相对容易成功，对新手十分的友善，也因此特别适合做画图的入门选择。浓郁的色彩和层层堆叠的特性，可以让你简单的画出令人着迷的渐层。这次开立线上课程，我希望可以透过6个章节，让大家轻松掌握油性粉彩的相关知识。我们从基础的媒材认识开始，所有我使用过的粉彩厂牌特性以及相关的辅助工具，都会一一与你分享，让你不用走冤枉路，就能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画材。在第二章节的地方，我将会详细说明各种油性粉彩的基础技巧。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地方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反复观看。紧接着在第三章节，我将让你学会各种不同的天空配色，不论是蓝天白云、黄昏时分，还是粉嫩的晚霞时光，课程中都会教授给你。打好基础之后呢，在第四章我们将透过完成一幅完整的风景画，来融合前面课程学过的各项技巧。第五章则来到适合送礼或者布置生活的特殊紫材花卉练习，而第六章则会分享如何收尾、保存作品，利用特殊的框件来为你的作品加分。上完这堂课，你将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油性粉彩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媒材，对色彩的调配也可以更有想法，并从零到有的完成自己的油性粉彩作品。创作之余，也可以用它来装点你的生活环境，打造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媒材作为画图的影子，了解它就可以尽情地挥洒你的创意和想象，并展现生活风格。一起来体验油性粉彩的魅力吧！